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墨镜哥。当槟城到了三点下午左右的时候呢，都很多地方找不到好吃的东西了，大多数地方似乎已经进入午后的宁静，但有一处却引起我的好奇心。听说这个地方已经非常出名，如雷贯耳。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魔力呢？能使到人们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排着队耐心的等待？我决定用视频的形式记录下这一刻和期待的好奇心，与大家分享这个特别的发现，希望大家不会失望。来，我们一起去看，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个美食之旅，看看这里的味道是否能够让我们流连忘返。期待着跟你分享这段非常独特的槟城美食之旅。现在是下午三点，很多人排队看这间咖啡店，排队在买什么？喝了个板鱼啊，看那间，很多人排队。现在排队什么？鸡饭粥，三点半开始，卖完为止。星期五、星期六休息。哇，一给不要板鱼的细烤，细烤哇，一只鸡40，三只20。你看这边，我这边我不知道，我花车车坐人，我买啊，我买车车去的，四块，四块吗？六块，六块，普通的四块，四块块，我都是老客家来啊。喂，爸，给你。这间卖肉脯啊，有多少年啊？多少年卖啊？没得卖呢。你那肉脯没卖什么？哦，你抓住经济呢？我都是花车，看到安尼坐人排队，我较乱。嗯嗯，大家就坐人啦。大家就坐人。安尼生意啊，比较。来，给我一把萝卜。个来。啊，个来系鸡。哪么嘞？啊，萝卜就包鸡背啊。一包鸡背，一包木鸡啊。嗯，对。来。啊。来，萝卜。萝卜。萝卜。一包鸡背，一包木鸡来。啊，不累。再一个啦。11.6。11.6。一包过来啊，鸡背过来。六个三。来，下面。拉来啊。仔啦。嗯，要汤嘛，汤自己拿啦。汤要吗？汤自己拿。来，走。啊，就放了。
包包包。两个都有加，两个都有加，加一个五块六，一个五块三，你加饭我没有加。看他的人哦，很夸张哦，排队哦。这边是白拉路。这个多少钱呢？四块三。四块半，你加掉那五块三呢？嗯。这个是鸡肝。什么是鸡肝？华语叫什么？鸡的内脏啊，鸡背吧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今天买的鸡饭好不好吃啊？来 ，auto focus 啊啊，大家看到我们的鸡肉啊 ，OK， 然后它有这个叫所谓的鸡肝，嗯、啊，鸡肝，还有这个地盘。一本，来，我们吃吃看它的味道到底有多好啊！很多人排队呢。OK， 来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味道到底有多好吃。大家 focus 一下，嗯，如果这个价位。的话可以算是四粒星，4.5啊，五粒星我们给它4.5粒星，非常不错。